觉得这有个步道可以到那个座位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啊。可是它这个那个石板的间隙太大，所以如果可以加宽，然后缝隙加小的话，那轮椅朋友可以跟娃娃车啊或老人家，其实可以到那里休息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很方便过去。而目前的话，草地跟这个石板的缝隙太大，根本没有办法可能做到。